屏东有年轻人鬼月挑战探险，结果金剑两具干尸。警方了解，年轻人到垦丁顶埔的旧联勤中心挑中废墟招待所探险，结果一走到里面就吓到逃跑。原来人走到屋里就闻到一股味道，再走进房间看到两具仰躺的干尸，吓到狂奔回家，讲不出话，一个多小时后才报警。我要几啊？要几十米啦？一男一女，假的吧？真的真的。警方到场调查，确认干尸身份是一对来自新北市的夫妻。太太在去年还因为失踪被家人协寻，出估两个人死亡超过一年。两名死者躺于床上，死亡多日，脸部无法辨认。想大胆挑战夜探废墟，结果真的遇到尸体。时间就在农历七月鬼门关前，诡异巧合让人越想越毛。记者张春华、宋美成、林智慧，屏东报道。